下面介绍双人四手推手法。所谓四手呢，不是说刚才讲的是双人双手两个手，还是双人双手。这个四手呢，实际上是旁听开始，大手。现在确定他是甲方，做捧，捧捧的时候翻手捧，就是翻手捧，翻手捧，对，捧，就是捧我，要把我向前推倒的意思。我随即啊，手边向上边向右旋转，转右，把它捋，这是。对，所以你练了半天，要把单个动作运用到两人推手之间，要动作要规范。来，这旋转去，看别扭了，看吗？对，我捧你做捋，大家清楚吗？就是这个动作。那么现在是他是甲方的，甲方现在动作实际上是反方向动作。我们在换手的时候呢，还要做这挤到这儿，挤，捋回去，再做挤。这是我的一边换过来反过去了。我刚才是从左边捧，现在。他做按手，我向右，我做右边的捧了，往这边捧。刚才是从他的右手右边，现在捧他的是右手，是从左边，对方的左边捧起捋。啊，我挤，你看，刚才我的捋是往右捋，现在我是左手往左捋，我成他那方向了，反过来变化了。那么要通过什么呢？就通过这个打折叠手的变化，看回去就变化回来。现在他又是哪边捧了？捧，我又是向右捋了，看清了，回挤，我右。那么现在我的捧手是左边，从啊对方的右边往正前捧，再到左边，我做挤，
我捋回来是啊，它的这个方向，我的右边，哎，所以说反过来了。那么反过去，再反过去骑，从回来到这儿，就是当我们右挤到这个时候，可以返回来，返一个打一个折叠手，再回来，大家看是不是又变了？看吧，又变了。我如果是上上，这手横下来呢，这就变成了，对，所以肘一定要松下来啊，肩松肩沉肘，背在胳膊在上肢动，在运动过程当中必须要注意这个要领，你看总保持它弯曲的弧形，对，这样弯下来，这儿呢不要往这儿收，往这儿收人就进来了，肘就进来了，所以它是往这儿去的，横向，横向。像沉收的时候，我不能往这儿收，我是要挤紧挤，往这儿再转，这收，对吧？就是这样的，好。